圈头中站在 C 位，郭台铭南下彰化拜庙，来主持的商圈代表不止一路相随，台上更不断丢球助攻。酸痒卖酸动，六卖酸动，酸动盖北送，酸动盖北送，来家里听酸赞总统喊吗？振臂一呼，商圈的心情呼之欲出。有一条歌啦吼，就是讲马总统阿明。我什么都不怕，对不？有一个花经济的人，会赚钱的人出来，给大家服务，好不？强打自己的经济实力，不过要吸引选民就得拉近跟百姓距离。才刚领到92亿鸿海股利的郭台铭喊话，自己过世之后要捐出90%财产，对财富没那么在乎，更抛出要课征富人税，创造全民幸福。除了空战打出大撒币，陆战陪同的还有国民党籍彰化议长谢典林，两人互动黏 TT， 丝毫不怕被党纪处理。拜妈祖，你不觉得应该要陪同吗？你敢得罪妈祖吗？我不是候选人，所以也没什么好担心。民意才能使人当选啊，挺谁都没有办法使人当选。我们希望郭董在未宣布参选总统之前，所有国民党内的同志与郭董同台出席活动的时候，希望强调我们应该要团结合作。隔空呼唤弟弟姐弟俩，一个挺侯，一个挺郭，同是蓝营，但就是无法一条心。而新闻蔡明煌、李时健、张仁科彰化报道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